我主要是要问一下 B， 平常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？我非常的喜欢喝，平时都是对非常喜欢。然后其实从去年开始，因为微风松糕店我也有参加开幕式，有，我有看到你的海报，高高挂在上面，这样很惊讶的表情，有没有？那个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要不要对现场做一下？啊，那个海报上的表情 ，OK， 超可爱的。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很期待可以来这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听说。跟 LINE 的 character 的、对这边会就是摆着在这里，对摆设在这边，然后做一个露天的咖啡厅。对，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想要来这里。没关系，今天来了，等一下呢是终于来了，就是可以好好的拍个照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你要怎么拍就怎么拍。好的。对，那既然 B 很喜欢喝我们的咖啡嘛，那我今天呢就要交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。好，就是要帮我们拉出一杯漂亮的咖啡拉花 ，OK 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哈，没有做过，没有做过，第一次。对，好，那 B 的第一次就献给你们大家喽。好，那现在可以请那个我们的咖啡拉花师傅出来一下吗？来，欢迎我们的师傅，我们 TV 的咖啡拉花师傅。你好，你好，韩国人吗？他不是韩国人，他是台湾人。好的。那我们的何师傅嘛，对，就是长期都在这边嘛。对，好的。那我们师傅先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拉花哈。好，那师傅先帮我们示范一下。那先摇一下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牛奶。这是牛奶吗？那是不是打成一个奶泡？是有带一点点奶泡的牛奶。OK OK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我现在主要的话就像让牛奶跟咖啡的 cream 先做一下简单的融合，然后之后再画出你想要的花。好，来，就像画一下花。好。先将奶泡倒进去融合，最后这个手势非常重要。哇哦，一片，这是叶子吧还是羽毛？是一个花。花，这是一个花。哇，漂亮的拉花出来。主要画当时是要把它是主要是在手颈手腕的地方，对。做一个就是一个很柔软的一个调和，就调和这样子。好的，那看起来非常简单，其实做起来不太容易哦。对的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师傅来教导一下我们的 B 好了。那 B 接下来换你喽，紧不紧张？紧张。紧张哈，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是第一次嘛，所以难免会紧张一下。Yes. 我懂的，我懂。来，你先把这个。好，要开始了吗？好，换手，换手，这个手感会比较好。来喽。好，加牛奶。好。快到满的时候，那将奶缸的部分接近我们咖啡杯。好，奶缸的部分接近我们的咖啡杯的部分。有，成型了，成型了。哎，没关系，难免难免一点。有花出来了，有花出来了。你可以拿帮我们拿个纸巾吗？对，不好意思哦，没关系。谢谢，稍等一下，来擦一下手，擦一下手。第一次难免会有点紧张，就是正常的状态。不好意思，双臂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给自己的拉花打几分？满分是？满分100。100吗？大概5分吧。5分？你会不会太谦虚了？太谦虚了，真的。没有，因为其实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那个要力度要抓好。力道要抓好，其实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。没关系。有没有脑壳？还帮我们写了一个那个。霹雳咖啡非常专业，因为我没办法拿起来。好，就大家讲一下，这样看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 B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粉丝喝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当然可以呀、啊。问一下。来，哇，来，有没有感觉到非常幸福，可以喝偶像亲手拉的拉花咖啡？来，转一下我们的正面，先看一下我们的左边。没关系，不用真的喝啦，就是稍稍的碰到杯缘。好，在我们的中间，好，在我们的右边，好，各位大哥 ，OK 了吗？很苦吗？没关系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哇，还有面子，擦嘴巴。会不会太让人家羡慕了？好，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粉丝好了，
今年几岁？22，非常的年轻哦。那还在读大学，对不对？还在读大学。那今天是翘课来的？不是，今天没课。好，这样很好，碧才会开心。那想问一下，我们刚刚喝了那个咖啡吗？那你给碧打几分？100分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100分的、啊。用亲手那个喂你咖啡，用亲手帮你擦的那个嘴巴的奶泡，啊，实在非常的感动哦。好，那先谢谢了我们的粉丝，抱一下吗？这个问题可能要问一下经纪人了。经纪人可以吗？经纪人在哪？可以吗 ？OK， 哇，来，麦克风。OK， 哇，大家赶快按快门。OK 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大哥眼明手快，我相信一定都有拍到。好，那谢谢我们这位粉丝。